今天呢，不用直指墨教大家做出口感惊艳的山茶蛙鲜奶茶，大家一起学起来。首先，两杯用萃入20克的山茶蛙乌龙，接着倒入500毫升的热水，盖上盖，闷泡12分钟。这款山茶蛙清新雅致，香气持久，有记忆点，非常适合用来做水果茶差异化的茶底。接着把泡的茶汤过滤在300克的冰块中，把茶汤搅拌均匀，这样就可以备用。首先，量杯中冲入80毫升的纯牛奶，20毫升的咖啡奶，30克的果糖，把果糖搅拌均匀。接着倒入250毫升的山茶蛙，注入灵魂，冰块煮至500摄氏，再次搅匀，最后倒入出品杯中，这样山茶蛙鲜奶茶就做好了。关注小易，好保留，教你学会更多饮品。